我回来啦，怎样？还有六，谁回来啦？看一下谁回来啦？谁回来啦？我中了。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个是姐姐的牛奶，这是你的，这是姐姐的，这是你们两个，两个一起分。还有西瓜。哎呦，这么乖啊！写到十四了，我看一下。谁写的？谁写的啊？哎呦，谁写的？这么漂亮啊！李子阳，李子阳写的，乖不乖？来亲一口，亲一口。嗯，这里这边。哎呀，这里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啊？苹果。苹果。香蕉。香蕉。哎呦，苹果是多少分啊？我看一下。哎呦。啊，写了那么多了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一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四五六七八，哎呦，写的不错啊。这里要得一个大苹果啊。九十，十一，十二。十三，哎呦，十三又得一个苹果，十四还没改哦，刚刚写到十四是吧？苹果哟。你听不听话？乖不乖？啊？李子阳。李子阳，哎呦，厉害哦！还认得到你的名字啦。哎，有没有想我？啊？有没有？有。有啊？怎么想？给你带了好吃的不？小牛奶哦。还有一个荔枝在这里。哎呦！妈，苹果棒棒动呢。拿不动。哪里的苹果棒棒动呢？这个是我们店铺卖的那个芒果，那个百香果干，还有葡萄。葡萄是叔叔给的。葡萄，如果你不吃的话，先放冰箱。这里还有桃子。你要桃子吗？要不要桃子？要。不能要那么多啊。哎，走。来了啊！来了。还真有桃啊！不能要有桃啊！哪里有桃啊？你买有帽子没有？拿过去给爷爷，拿过去给姐姐，快点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，给爷爷，来一个，给姐姐，来，给一个爷爷，给一个姐姐。打尿道。你那个放这里先，你那个放这里先。打尿道。你那个先放那里，先拿去给爷爷跟姐姐。你这个先放这里先，先放这里，对吧？要拿一个给姐姐，拿一个给爷爷先，快点。去啊，去，快点去。还有的这两个很多。还有荔枝。荔枝是从北邮买的，那个西瓜也是从北邮买的。芒果带不了，因为芒果这里还有，行李太多了，我带不了。我告诉你，芒果那里还有，我在你店铺捡的，一块钱捡的。你捡啊？对呀、啊，厉害哦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月的伙食费都没了哦，一有秒杀都秒光哦，就好糟去，告诉你。啊，就是你了，就先拿给爷爷，先拿给爷爷。爷爷给了没有？爷爷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边是吧？给姐姐，拿去给姐姐。拿这个是你的啊，这个是哎，拿你这个，我帮你洗一下吧，洗一下再拿去给姐姐吧，洗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味？草莓味。草莓味啊？有点心。这个是谁的？姐姐。这个呢？我。你给一个姐姐啊，你的手洗了没有？去洗手，快点去洗手。洗手，快点。哇，流畅哎！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网速就好啊，也秒，居然秒得到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以为呀，我网速可以的哦，杠杠的哦。这是金王，金王沙丁装的。桂琪你没秒到啊？桂琪我没秒到啊。
都熟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空心。这牛奶。牛奶。是买的吗？还是谁给的？买的，买给他们两个吃的。都熟了，你不吃吗？放这里啊。咬到几天了？干到两三天啊。吃个油条。你看啊。你拿给谁呀？啊？拿给谁？给爸爸。给爸爸。有了，有了。你唔系半碟个？唔系碌碟个。哟，哎呀，好甜。哎呀，好香。那那咋的？有，你看它就开了。给两片那个，不是一个。想吃了是吧？嗯。先拿这个去，这个吃完放这里啊。你不是刚刚吃饭了？你看这个肚子还是鼓鼓的。稍休息一下再吃了行不行？啊？行吗？睡午觉醒了再吃好吧？先拿着啊。先跟你讲的都是你的，这一箱都是你的。没跟你讲，姐姐有一箱，先拿去放好啊，睡觉醒了再吃好不好？啊？不太高兴了，你看。嗯，吃个冷的药呀，好吗？你买只竹子包了，你看。哟，个竹包啊！你吃今天早上吃什么饭？来，过来过来。你吃什么饭吃的这个肚子这么饱？阿敏。啊？阿米娘，鸡汤，好鸡汤啊，鸡汤啊，嗯，还有炒几地瓜，哎呦，厉害哦，谁画的？谁画的？姐姐画的。还有没有饭吃？我也要吃饭哦，还没吃饭吗？我还有没有？还有，没有。姐姐画的，她画的还可以哦。啊，李子祥，啊，还有没有饭吃？我也没吃饭吗？我没吃饭吗？还有没有？有饭。你吃的什么？拿点给奶奶呀，拿给奶奶。啊，来，白羊果果。嗯。还有哦，这里吧。拜拜。嗯，都是你的，你不给点姐姐啊？给点姐姐吃吧，好不好？看这里，给点姐姐吧，给不给？哦。把东西放好啊，放这里就可以了。放好东西啊。放好东西的。终于回到家了。啊，回家大概待个一两天，又要出门了。要去哪里啊？嗯，要去哪里？去县城啊。去县城那边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端午节回来，过完端午节，匆匆又赶到百色，上去又十多天。好了。李子阳不可以玩的，本来没打算那么早回来的。李子阳，不可以玩的。因为临时的话，北邮那边有领导过来视察，我们就得提前回来。既然回来了，就不用再上去了，因为太远了，跑一趟也不容易，真的。上面呢，我们也留着有人在上面给大家打包发货，估计应该还可以卖到这个月底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干嘛？再见。